ユマ、最近さ、なんか自分おかし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んだ。え？朝も昼も夜も気づいたらユマのことばっかり考えてて。俺、ユマのこと本当に好きなんだ。だから、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。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。え？実は私も今日ユウに付き合おうって言うつもりだったの。这次的小剧情有没有把这个气氛传达给你呢？其实这一集呢，只是要你记住这一个我们告白时常用的，也不是常用，就是告白时会使用的。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。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。和我交往吧。对。学起来，下次告白时可以用上哦。付き合う呢，它其实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呢就是今天小俊晴跟你说的，和我交往吧。那还有另一个意思呢，就是陪伴，陪我。比如说，ちょっと買い物に付き合ってくれない？能不能陪我去买一下东西呢？如果不知道这个付き合う这个动词有两个意思的话呢，也许你会误会。リュウさん、買い物に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。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。就会乱脸红，很害羞。所以记起来，不要忘记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你的观看啊！对了，我们从上一集开始呢，就是这个 YouTube 的影片跟我们的部落格同期，就有文章有影片，看文章看影片，双倍记忆。特别是对一些初级的同学来说呢，就可能我们的影片的这个对话有点快，要暂停非常麻烦。那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已经有文章版。好，所以这个网址呢，我们会贴在下面的说明栏，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部落格看一下我们的文章。那我们再见，日语学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马达嘞，谢谢你的观看。New TV 呢会在一个礼拜上载3到4个影片哦，这些影片呢都是有关日本跟学日语的。还没订阅的人可以在这里订阅。那要看我们更多影片的呢，可以按我们的 playlist 这里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